范晓萱三个好姐妹竟然齐聚一堂拍摄时尚杂志封面，实在有够难得，因为这可是暌违17年才看得到的大合体。她一定会真姐，你要不要结婚？不会，不会结。三个从年轻就认识的好姐妹拍摄过程中大展好交情，完全止不住笑意，甚至还要重现2001年当时拍照的经典画面。我们要应该重回当年那个摸奶那个，哪个摸奶的？重回当年摸也是摸你呀、啊，重回当年有遇过。从学生时期就是闺蜜的她们，其实中途曾一度出现心结，甚至让小 S 纠结到在自己主持的中国大陆节目《姐姐好22》当中对阿雅真情大告白。我想要跟你很慎重的道一个歉，小时候的玩笑可以开，但是每个人都会改变，每个人都会成长，当他想改变想成长的时候，你还是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他的时候，那就是你不够尊重别人跟不够爱他。小 S 一度说到哽咽，真心诚意的道歉才终于化解他和阿雅22年的心结，而拥有好感情的他们到现在还是会互相力挺。这回合作拍封面照，成品果然都让粉丝直呼三个人又美了一个层级。三新闻总报道。